三日晚八时，人在甘肃省榆中县的李延儒、林自军、舒豪、黄凯佳、杨超红、付金贵等六位台青做客海峡导报抖音账号上，为大家带来榆中的京口龙奶，以及甘肃广河的百合干、八宝茶，这些都是台青们多次走访甘肃淘到的好货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送美女，就要送到心坎里。对，这个是已经做好的，叫做百合鱼羹。哦，这个是即食品。对，即食品。还有非常多丰富的我们的农特产品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六位台青当中，有一位大哥，素以什么呢？爱甜食著称。刚说到这个八宝茶，其实对于这个甜蜜来讲，它其实是不错的。台青们卖力帮甘肃特产带货，也受到网友们热烈回响，相关订单不断。对公益本来就不太陌生，但是就是我觉得每个公益他帮扶的对象不一样，但我觉得这次看到这群孩子们，他们很天真无邪的笑容，然后清澈的眼神，虽然我们的力量也不大，但我们可能就是把这样的故事用自媒体的方式让更多人去知道，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关注他们。